Yo, this NICL.C come from the dude. 要加踏入舒适圈的需要勇气，还需要明白自己的目的。离开家乡台中，来到陌生的台北城市，离开曾经同事，来到没有朋友的城市，面对的将不再是中南部的热情，定位碰到他们人格无情，试着想要融入，发现没有想象中轻松，对这番生活还是懵懂，不再是舒适圈般的生活，每个人像你是在 Hello， 必须靠你自己努力坚持面对，遇到挫折想起奖赏却不敢回对，明天还是要面对，必须坚强不流下眼泪，明白这过程非常闷，已经长得这么大了，不该让家人担心，这没有对错，因为事实不会改变，是的，告诉自己坚持自己的这信念，来到人口无尽的城市，该离开热情的台中，必须坚持到底完成，别忘了当时的初衷。